女星的感情世界总是让人相当的好奇，这是国际女星杨紫琼接受了我们中天新闻主播卢秀芳专访的时候大方爆料哦，说这个跟相差16岁的未婚夫哦，爱妻长跑多年却还没冲昏头。我在看到我旁边我的 other half 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说有这样的爱的。眉宇间藏不住对托德的爱恋，杨紫琼爆料托德是促成电影《翁山苏姬》幕后的最大功臣，他亲自致电卢贝松。杨紫琼说到初见我偶像翁山苏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就一看见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知道是跟他握手还是 you know 跟他，他就很快就给我一个很 warm 的拥抱。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的家里这么乱，又因为 Kim 就在，他一在的时间他的东西就他是好像我的妈妈一样。从电影之路到感情世界，杨紫琼戏里戏外同样精彩。中天新闻综合报道。